相信每一对恋人都对婚礼有着独一无二的憧憬与期待。杭州法源安曼酒店在四月举办了一场主题为“云深不知处”的婚礼艺术展。入梦、逐梦、寻梦，作为三个主题贯穿了整场艺术展。返音静心，遍寻自然，法源安曼的每一处都充满着禅意，仿佛在这里可以与万物连结。放慢脚步，细探绿意。先导片中以时间为轴，讲述了一对恋人从相识、相知到相爱的过程。在婚礼展中运用了净手礼，向受邀的嘉宾表示欢迎。水有净化之意，也代表着洗去身心疲惫。同时，颂钵与户外婚礼相结合，能够让嘉宾进一步参与到其中，并且共同感受大自然的力量。除此之外，在如此自然空灵的环境之下，充满着东方意境的中式婚礼也是整场婚礼展的场景之一。整场婚礼展起到了非常不错的宣传效果，官方视频号与婚礼展相关的视频截止于2023年5月6日已获得了760个点赞、528个转发以及335个喜欢。